把镜框放置于角度计上，摆放水平，打好基准点。拿出所需镜片置于角度计上，对准中心点，调整好轴位。取出镜框衬板，放置于扫描盘中。扫描完成后，系统自动跳出鼻梁距输入框，输入鼻梁距即可。在左下角形状修改界面，我们可以对拍摄衬板的轴位尺寸进行快速修改，如无需修改可直接进入定位环节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左右眼瞳距和瞳高进行单独调节，放置三脚架，放置镜片，装上吸盘进行定位完成。点击传输按钮，将镜片图形传输至磨边机上。在屏幕下方可以设置镜片材质、镜框材质、肩边位置、抛光选择、快慢速度及左右眼切换。拿出镜片装置于镜轴夹头上，夹紧镜片，关闭舱门，点击开始，系统自动完成加工过程。打开舱门，扶住镜片，松开夹头取出即可。